吴朝成代表候选人，好，那边麦克风在那里。好，我们一样一分钟。好的，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哈。大家都在关心义里政见的发展，啊，未来我们就是都要团结，因为我们义里是重灾区。啊，我们今天要如何去发展义里政，非常的重要。不管地方首长、民意代表、县级民意代表以及地方民意代表，同样的，我们都是要在这次的重创之下，一定要把义里镇重振下，重振，让它一个观光美丽的一个重镇。好，未来咱们施政的部分是要求我们地方首长呢，一定要积极，一定要积极规划。因为我们义里镇的天文地理是还蛮优秀的，还有那个刺客山连外道路，我们的神社。好，谢谢，我们一分钟到了，谢谢，谢谢我们候选人代表。